哎，魏姐，辛苦了，又要跑一趟。来来来，给我搓。哎，哎呦，这搓啊，比西湖街便宜多了。是。就歇会儿吧。 我今天这一路我都不顺，花园路啊，堵得厉害。我是想从那个江寒路绕过来吧，江寒路有出交通事故了，没办法，钻胡同吧，七拐八拐才能绕到这儿，也不知今天怎么了，我心里老发毛。我也是，眼睛老跳，跳的我心都闹心，好像出什么事儿似的了。怎么会一下子变得这么烦呢？ 你吃面还是蛋炒饭？我给你做去。啊。有什么都行，吃一口赶紧得拉活去。爷爷心烦，你就别去了，吃口热乎的。我让厨师给你做去啊。严叔，哎，无可了。不是回来的，啊，回来两天了，一直忙，没空看您跟蒋姨。严叔。 您是不是天天来蒋姨这儿捧场啊？怎么了？你严叔给你蒋姨捧场不对啊？太应该了，您要是把一个月工资扔这儿都不冤，你小子比你爸懂事多了。<笑>严叔，悠悠在那边还好吗？啊，都挺好的。等悠悠毕业回来呀，他要是真当了大明星啊，你就给他当那个。 什么？就是帮着他保护他呀，给他去谈判呢。经纪人？对对对，就是这玩意儿。有你跟着他呀，我最放心。<笑>这悠悠要真成了大明星，他还能认我吗？啊，这叫什么话呀？他要是真这样，我这个当爸的第一个就不认他。您舍得？舍不得。<笑>对了，吴克，我一直有件事儿要跟你说呢，今天逮着空了，那严叔就跟你唠叨唠叨。哎，成就成，不成就不成啊，别往心里去。嗨，您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你小子，我打小就喜欢你，心眼实诚，厚道又懂事儿。哎呀，对这个悠悠也是无微不至，严叔谢谢你。 严叔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严叔心里都明白。我也想过，指不定哪天啊，咱们就真成了一家人了。啊，这悠悠对你，你给我当干儿子怎么样？啊，这喜欢。 多少种啊？悠悠喜欢你是真心的把你当哥，我是真心的把你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想吃什么？说。哎，这是咱自家的饭馆啊。如果你们决定回去治疗的话，就不要再耽误了。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留下来，因为抓紧一天是一天。那么你们现在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吗？不管你们去哪间医院治疗，目前对这种病情的处理，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那几种方法。最主要的是稳定悠悠的情绪。 因为心理因素很重要。悠悠一直是一个坚强的女孩子，我想也能撑得过去。是的，但是你最好还是联系一下她的家人，提前通知一下她父母。如果她的父母撑不住的话，对悠悠治疗是很不利的。
喂，哈，丁总啊，什么？啊啊！我知道了，我会做好蒋一和严叔的工作的。悠悠现在怎么样？啊，有你在我放心。再往前走，慢点慢点，别急，再往前来点，再来点再来点，好了 OK。帮我把妆化浓一点，我怕脸色太白了。遗憾，因为时间不足，没有为你做得更好一些。我已经很满足了，能够站在舞台上，为我爸和我妈、你，还有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唱歌，我好开心。准备好了吗？他们能永远的幸福和快乐。我爱你们。
太棒了！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像花一样。我给你唱太远了，你。我告诉你啊，我闺女这么出息啊，我是不吃不喝，我几天不睡觉，我照样开她几千公里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全家啊到我小饭馆，我请客，啊、咱们好好请客请客啊。哎，志强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今天哥俩啊好好的喝两口啊。这，你是沾我闺女光了。对，我允许你们喝，我也想喝两口。哎呦，魏云还没喝呢。完了，咱唱歌去，让我们荡起双桨。我也想唱。志强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高兴，你傻了？比咱们还激动的了。还你看这，你看他怎么走了？觉得怎么样？我很快乐，我也成为了专业的歌手了。据飞以前说，要把我包装成女版的 Jackson。几率比较大，可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可以做飞机。为了保证悠悠路上不发生意外，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，这样也好配合那边医生更好的救治悠悠。太感谢了。我开始什么不好的事儿？到天为什么就惩罚了？别哭了，咱不能再哭了。悠悠是你的女儿，我从小呢拿她当亲孙女看待，咱不能让悠悠伤心。咱们要软了，悠悠可就坚强不起来了。我女儿面子那么苦，把这个病得在我身上多好，得在我身上。
事先说好的，不能哭，千万不能哭啊！等一下，伯母跟严叔就要来了，你可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嗯。悠悠。悠悠。妈。悠悠。爸，我为女儿想死妈妈了。伯母。严叔。对不起。别说对不起，回来了就好啊。严叔，伯母，其实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悠悠，她真的很坚强，而且这段时间她心里想的全都是你们。啊，丁总啊，你一直照顾着悠悠，我们给你添麻烦了，谢谢你啊。您别客气。严叔，伯母，你们以后叫我小川就可以了。虽然说这话有些唐突，但我还是想告诉你们，悠悠不仅仅是你们的女儿，也是我心爱的女朋友，所以我很愿意跟你们一起来照顾她。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情，尽管告诉我，千万不要客气。啊，爸妈，你们坐啊。哎，别哭，跟坐。哥，姥姥呢？姥姥替你妈看着店，一会儿就过来。我爸把手头上的活交代一下，也马上就来。吴哥，我替悠悠谢谢你，我还是配合你。啊，要不你们俩先出去聊会儿，我跟我爸妈呀，先说会儿悄悄话。好，那你家伯母。哎哎哎。照顾好你，你看让你跑这儿来了。妈，你不要这么说。哎，小娃，都是自家人，别说什么你对不起我，我对不起你的傻话啊。咱们现在要一条心啊，要想想明天的生活啊怎么活啊，未来怎么过啊。啊，悠悠啊，你就好好养病吧，有妈妈和爸爸的，没事。对，俺俩都陪着你啊。嗯，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医生，还很少见到像悠悠这么快乐坚强的女孩。我们一定会积极的救治她，也希望你们家属和其他的家人呢能够积极配合我们的治疗。我们会好好配合的。不过蒋大姐，有一件事呢，我想先告诉你，就是治疗的过程一定是十分痛苦的，悠悠的身体和精神都会经受巨大的考验，所以在治疗期间呢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请你们能够冷静下来，因为你们的态度啊，会直接影响到病人的情绪和身体状况。好，行，我冷静。大夫，我就想问一下，我女儿的命能保住吗？保住患者的生命是我们医生最大的职责，这一点我想你们应该放心。我现在就想知道，到底需要多少钱？目前你们的费用还够，丁小川已经预付了20万。什么？对，这几天呢，悠悠的治疗一直依靠着这些钱来维持着造血细胞的平衡。不过啊，你们还是应该再准备一些，因为后面的治疗啊，还是需要一部分的。那需要多少钱呢？那个不好说。目前悠悠的病情呢，最好能够马上进行骨髓移植手术，我想需要30万。30万，30万就能保住我闺女的命吗？要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骨髓配型。目前呢，我们医院也正在积极的寻找骨髓捐献者。哎，大夫，那您看我的骨髓行不行啊？悠悠，悠悠，爸爸给你送饭来了。吃点东西啊，起来，别睡了。悠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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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，悠悠，悠悠醒醒，悠悠，悠悠。
让大夫看一下。从家属晚上出去。怎么了，大夫？好，护士，大夫，不要着急。护士，快，准备抢救，去。老婆呀，快想办法弄骨髓吧，要么你说他这说不行就不行了。刘大夫说了，亲人骨髓相配机会高，我去做化验，我把骨髓给悠悠啊，咱俩谁行呢？用谁的吧？呀，你就别瞎争了，你。那手术的钱怎么办呢？就30万嘛，咱们这怎么也得凑齐了。老宽，要不咱把房子也卖了吧？明天我去办吧。什么？悠悠必须换骨髓？昨天医生会诊，说这是唯一能够延长悠悠生命的办法。需要多少钱呢？大概30万吧。30万？他们把房卖了都不止30万，要是没钱怎么办呢？悠悠只能在医院等死了。绝不能让悠悠等死。能不能跟医院说说去，先救悠悠啊？咱们少交点成不成？姥姥，现在不光是钱的问题，还要有匹配的骨髓。今天早上，我和蒋姨、严叔我们一起去化验的。蒋姨和我的血型都不匹配，医生又说严叔年龄太大，又有关节炎，还得等最后的化验结果。妈，可儿啊，咱能不能这样？你看啊，咱们找找街坊，找找认识的人，动员他们到医院去化验去，也许能有悠悠相配的骨髓啊。关键是钱到哪儿凑啊？说的对，我和他还有你不能分开的哈。想吃点什么告诉妈，妈回去给你做去啊。我有一个愿望。你说。
让悠悠当我的孙媳妇儿。可是呢，我从小看着她长大，早就拿她当亲孙女看了。现在孩子病了，我这老太婆帮我什么什么大忙？这点钱呢，本来是准备啊给可儿结婚用的，拿去给悠悠治病。这钱我不能要，怎么不能要啊？悠悠还小，他熬到现在不容易，再说什么也要让悠悠活下去。你就让我这老太婆尽点心吧啊！要不然我心疼了。我老了，妈，红月，拿着吧。你要觉得拿着钱心里过意不去啊，那就等悠悠病好了以后，一点一点还给我妈，不就得了？江姨，除了老了的，还有这些，虽然不多，但都是街坊四邻的一点心意，每个人都捐了。他们让我当代表，拿来给悠悠治病。是我们的女儿，老天不会那么绝情。再说还有那么多人关心着她，悠悠是幸福的，她的幸福就是咱们的幸福。幸福是什么呀？悠悠要是真的走了，咱们还有什么幸福？别那么说，就是有一线希望，咱们也不能放弃。三十万差的太多了，咱们上哪儿去找去？上哪儿去逃啊你？你说，我这当妈的没本事，孩子跟咱们在一起，没过过一天好日子。北月，咱们过去的日子是过得紧紧巴巴的，可女儿不会在乎的。一个下岗职工的孩子能有今天的成绩，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高兴。我宁可不要这些成绩，我只要他活着。你说，他才多大？文云，看看咱们。
们走过的路，哪个角落里都有咱们的血汗，有咱们的泪水，更有咱们要活下去的信念。现在最关键的时候到了，你我可都要挺住，咬着牙也要闯过这一关，不然就白费了女儿的这一番苦心了。听你的。这里的30万，请你悠悠换骨髓吧。可是现在已经不行了，悠悠体内的肿瘤细胞已经扩散到了他的肺部。即使现在有合适的骨髓配型，我想手术成功的几率也只有5%了。5%？是的，很抱歉。他爸爸的骨髓也不行吗？悠悠父亲的体质不配型，他的骨髓不能给悠悠移植。你知道，目前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是一个盲区，更何况悠悠现在的病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不仅在国内，就是在国外的大医院也已经无能为力了。还有多久？告诉我他还有多久。尽力检查他的生命的。你怎么不进来呢？去帮我找偏方去了，说是治疗白血病的。要是没有什么急事的话，就不要看病了，这样对眼睛和身体都不好。你要是真觉得无聊，我去出去给你买一些杂志看，好不好？没事的，反正躺着也是躺着。哎，对了，我刚才在网上碰到居飞了，你也真是的，把我的事儿告诉他。让他那么着急。你们是好朋友，这事我们不应该瞒他的。可是我不想让他为我着急，这万一……没有什么万一，你别瞎想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巨飞爸爸公司出了些问题，他妈妈也去美国帮他了。所以现在公司所有的事情都压在我身上，有些繁琐。丁大总监那么忙，还来看我，我真是太荣幸了。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在你送给我的时候，是我最无助、最需要人支持的时候，它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和力量。一直到现在，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。我把它当做一种精神，一种寄托，一种信念。有了它，我好像拥有了美丽的世界。那我真的很嫉妒他。我以为你拥有了我，就拥有了一切。我现在不是很幸福吗？
有你，有他，有我爸，还有我妈，我好像活在天堂一样快乐。小川，陪我出去走走吧。听一首歌，学会不遗忘，要留住身边每一缕阳光，就让这一首歌做你的翅膀，让它带你飞过这片海。就算风雨再大，我也不害怕，未来每一天都会有希望。一起唱这首歌，飞向更远的地方，让这片天空再没有悲伤。我们唱这首歌，一起在坚强。